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呢，要带来的是不需要任何健身器材，徒手就 OK 的结合上肢以及核心的十分钟徒手训练，让你在短时间内有效锻炼上半身以及加强核心腹肌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准备跟着我运动吧 ，Go！今天的居家十分钟上肢与核心训练总共会有十个动作，每一个动作45秒，中间休息15秒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拿一张瑜伽垫，跟我躺卧在瑜伽垫吧。第一个动作会是轮流的抬脚，直腿的上抬，慢速的下降至靠近地面的时候，接着起身，左右边轮流，感受到侧腹的伸展。接着用核心腹肌的力量带起，让你的核心持续的出力，背部不要镂空太多，加油，你还有15秒。最后5秒，下一个动作我们一样维持仰卧的姿势，做一个反向的卷腹以及踢腿的动作。我们先弯曲膝盖至胸部，接着延伸出去做小幅度的踢腿，大约是踢个6到8下，接着往复这个动作，过程中一样感觉到腹肌持续的出力，动作可以慢，如果你觉得有点困难的话，你的幅度可以再更高一些。最后10秒，加油，3、2、1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，给我一个平板支撑，将两手撑地，先做一个交叉的平板，接着给我一个卷腹的动作，旋转你的核心肌群，接着一腿往后的踢，挤压臀肌，接着慢慢的放下，轮流的做交叉卷腹以及踢腿的动作，多感受核心肌群的扭转以及稳定。15秒，倒数5秒，很好。下一个动作，跪姿的伏地挺身，下去之后给我一个碰肩的一个动作，伏地挺身慢速的下降，用胸肌来发力，推起之后碰肩，做左右的轮流碰肩，让你的背腹屁股到大腿尽量是呈一直线的下降，意味着腰部不下沉，核心持续的收紧，主要锻炼我们的胸大肌、手臂后侧以及腹部，很好。再坚持8秒，接下来还是给我一个平板支撑的动作，将我们的两手稍微的往内，并且踩一个比较窄的一个距离，我们做微幅度的下降，
饭时的平板支撑主要锻炼到我们的手臂以及三头肌，也就是掰掰袖的位置， hold 在那边停个三秒，接着起身。这个动作考验到你的上肢以及核心，加油！最后的十秒。下一个给我轴撑的平板支撑，基本的平板支撑先准备好，一脚抬起，接着上身一推，往前，接着往返，核心 hold 在那边，肩膀以及手臂稍微的出力。这是锻炼我们上肢以及核心的优秀动作。最后的十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非常棒！你已经来到今天训练的60%了。一样给我一个轴撑的平板支撑，左右手轮流的抬起，并放在我们的下背处，停顿个6秒之后换手。单臂的平板支撑，考验到我们手臂支撑的能力以及核心肌群。15秒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很好。接下来趴卧在瑜伽垫上，我们要做的是轮流的超人式，将你的手肘打开，轮流的往侧去上抬你的上身，并做一个旋转的动作。上抬的时候，双腿会自然的离开地面是可以的，感受到你的单边阔背肌。上抬，接着慢慢的下降，10秒，3、2、1，很好。接下来这个平板支撑，双脚会有一点呈现屈膝，那我们的两手轮流的抬起，手肘外开，针对到我们的核心肌群以及后三角，也就是我们的肩膀后侧，轮流的上抬，接着慢慢的放下。最后10秒，加油啊孩子，3、2、1，相当的棒。来到今天训练的最后一个动作，仰躺于瑜伽垫，呈现屈膝，起身之后做扭转的动作，两手可以帮我伸直，
视线随着上升而扭转，感受到核心腹肌的出力。动作不求快，调节你的呼吸。最后的20秒了。10秒，加油！5、4、3、2、1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。很辛苦，我知道，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。即便你是进阶的朋友，时常在健身房运动的你，应该也会感觉这套训练强度非常高。那如果你有完成的话，在下面留言打卡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